吴奇隆和刘诗诗因步步惊心的穿越爱莲爆红，续集《步步惊情》再拾前缘，两人也是厂商最爱。近日吴奇隆被众家媒体猛问今天长这样，原来他发微博虽然放不同款照片，但好像掰不出什么形容词，不是今天拍戏长这样，就是今天录音长这样。没想到人红，连缺乏变化的语句也成了流行，连天后王菲都隐身运用秀15年前后窦靖童照片，写道孩子已经长这样。更有网站还为吴奇隆制作今天长这样之歌，连刘诗诗日前在步步惊情片花将沮丧念成且丧的乌龙也惨遭消遣。娱乐99整理报道。